但是很沮丧嘛，因为就是给你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，就代表你可能在你原本的身份，大家已经认定你没办法胜任，所以你只能换一个角色，在这个地方努力这样。那时候是有一度想放弃啦，但是我都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嘛，然后我就是试看看这样。